很好，钟老师这两个学期哦，钟老师呢，他跟他的夫人哦，就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夫人是龙岩国小的六年级的导师，钟老师是五年级的导师，所以呢，他们这两个班级的结盟哦，成为城乡共学、幸福相约的伙伴。那上个学期呢，在最后一天，我们结业式的隔天呢、啊，他们的相约呢去故宫了哈、啊，去故宫。去故宫跟国语时报社哈参访，然后国语时报送国语时报到偏乡去啊，所以国语时报就登出来哈。好，那么呢，我们这里是五年级啊，龙岩那里的小朋友是六年级啊。那么呢，他们是笔友，所以他们就会互相写信哈。以前呢写信还是同信，现在写信太简单了，一秒一下就噔就出去了哈。那因为两位老师的专长都是英语专长啊，所以呢。他们沟通的东西就海阔天空什么都有了哈。那这个学期呢，就是有一天你们有看到哈，那个龙岩的校长啊，杨校长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我们学校共学哈，共学。那天呢，刚好有好几个活动，早上的时间呢可以进到我们五年中班去共学哈，下午的时间呢刚好有沈心莹姐姐来演讲，然后呢中间我们还有那个爱的书社进来，好就可以有很多对龙岩的小朋友来说，我们古人好像。好大，刘姥姥进大观园啊！那下次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到龙岩去，我会觉得哇，好可爱哦！这个山明水秀啊，风景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啊，这个就是城乡共学，每一个学校每个学校的特色跟发展啊。那么钟老师有非常大的优点，是钟老师当过五六年的生活教育组长，所以呢，钟老师呢，我跟好几位学校老师推荐说，钟老师的班级经营跟带学生发好口令的。效率是最高的，是最高的。所以呢，等一下要请钟老师来聊一下他怎么样收小孩的心啊。那他那个这个很创新的，这个也是开放教育的观念了哈，用人本教育里头的开放教育的思想来做各种教学的方案哈。那么呢，校长觉得很棒，所以等一下要请他来分享一下。那等一下请基航来分享，基航哦，太子。Super teacher 是吧？他把班级的小朋友全部分成五组，一起来做那个科展，然后呢还做我已经看过他两场公民教学哈，公民教学。那接下来他还有公民教学要做，而且亲子教育他小朋友要做那个牙齿保健的剧展。那小朋友是自己写剧本哈，自己写剧本。那这个呢，对同整课程来讲哈，是非常的好，是非常好。等一下呢，基航也会。跟各位做分享，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两个专长，一个是音乐专长，一个是自然科学的专长、哦、那么呢，等一下我也要请啊、哦，洪老师哦，跟大家说一下，洪老师呢之前哦较真是怎么样读书啊、哦？那我最近一直看到凯森老师，其他老师看，但是我是还没有看到哈、哦。那么凯森老师也很认真在读书，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我读了哪些书，我怎么读，好不好？好、哦，那既然我们是一个 team work， 我希望我们有这个。团结的能量，大家一起来、哦、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校长、主任还有教学组长在这边，你们就提出来。如果你们较真、哦、我再教大家一件事：如果你们较真、哦、那个笔试是通过，那么你要口试跟试教，你要快速速回来啊！这边求救兵啊、哦！就像去年的吴峰森老师，他就回来求救兵。最后呢，台中考好像考了200位，他是考第9名了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很宝贵哦，那就请陈恩老师先分享了，好不好？要上读书吗？一样在这边讲就可以了啦。OK， 可以。在这边讲就好了。好。哎嗨，校长、主任还有各位老师，大家好、哦。我是这个学期才到普仁国小来的，你们刚是说这学年才到普仁国小来的钟晨老师。那我是现在是五年中班的老师。其实刚来桃园呢，是对我来讲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虽然我老婆是桃园人，但是。我之前都在高雄教书，那这个生态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也很久没有带班了啦，之前都是行政。那校长过奖，其实组长是因为说白一点是没有人要做，所以就我去做了。那我带班之前是带了2年的后五班，两届的后五班，那没有什么经验，现在又重新来带班，我就觉得非常的错，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已经跟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不大一样。我说年纪已经不年轻了，说老也不老了。好，那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以前我就
去进修研习的习惯，就是喜欢去听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小孩是，他以后是要面对未来的能力的，所以不能用过去的东西去教现在的小孩未来的能力。所以我就不断的吸取新知啊。那其实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东西啦，只是有东西就去学，有东西就是学，这是我的信念。那比较这学期从上学期到现在比较大的活动就是我老婆刚好在龙源国小，就是现在她龙潭的龙源国小，她还是代班。那虽然是不同年级，不过呢，我们两班决定，成为笔友，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偏僻乡下，那刚好借着通信的机会呢，认识一下彼此的文化，以及教小孩如何写信。那又有很多一连串笔友的活动，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巧克力给他们回送烤饼干给我们。那其实小孩超爱这种活动，他们可能毕业以后不见得会记得什么学科里面的东西，但是他们最记得就是老师带他们做什么活动。所以呢，而且我们这一班有一个特性，就是超爱讲话。应该是说老师刚开始凶是必然，可是我觉得要顺着小孩的天性去发展，尤其是爱讲话的学生，就是代表他们头脑比较活，那就是用比较活的方式去教他们，就不断的想一些不一样的阿里不达的东西活动，来满足这些小孩的胃口。OK， 那英文的话，就是因为本身是英语教学系的，所以也会带一些英文活动。英文老师都会知道说，上学期比较多活动就是什么万圣节啦，跟圣诞节是两大活动，都有带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装扮啊，还有一些交换礼物、一些卡片等等的活动。那抓住小朋友的心呢，就是我用小组竞赛让他们去 care， 然后有活动，他们乖，我就会有活动，那他们不断就会有期待，有期待他们就会比较听老师的话。那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啦，不好意思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什么，这就是我的信念跟我之前带的活动，对啊，就谢谢各位。那个钟老师刚刚还是被丢